给我们俩。大家好，我是草根小陈，今天是上最后一天班，整个车间就跟我跟平姐两个人了。现在出完货就怎么样？我们走了，准备走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些货送到仓库去之后呢，去做核酸检测。做完核酸检测，买点东西就准备回家了。看这么多艺人，下午，下午就走了。对呀、啊，对。你要装啥、啊？送货呀，把那第一点货送完就回去了。送完最后一批货，搬上去，怎么样？搞完了吧？搬上来了。我们先来到南站进行核酸检测。你好，问一下核酸检测是在哪个方向做？西门那边做。好好好。在广州南站做核酸的话是免费的，然后这边也挺快的。我们核酸检测做完了，大概是12小时出结果。我们开车回去要接近13个多小时，希望路上不堵车吧。好，我们出发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旅田啊服务区，每次都会在这里休息一下。萍姐过去打点热水。堵车了，堵车了。堵了10公里啊，看一下，10公里，离赣州还有129公里。现在这么堵车，我们就在西门那里休息算了。也行吧，看一下，不知道堵到什么时候。对，等一下开过去的话都要1点，现在都12点，就在那休息算了。现在是凌晨2:46，堵到现在差不多3个小时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一个叫铁石口的地方，从这里下了高速。因为我看到前面还是堵车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就没往前走了，准备在这里休息到天亮然后再出发。从外面鸡叫，我看到好多人都从这里下高速了。哎呀，太累太辛苦了，但是回家的心还是挡不住啊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我们明天再见。